落选我会养你。开玩笑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，但是人气很高，就是大家都想要看看他们的女儿要来。那我们以前有头发的时候长得也蛮帅的，只是现在头秃了不好看而已。对，我开玩笑的，就是说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喜欢我，年纪轻的小帅哥喜欢我女儿，那是开玩笑的口气。我想一些科技设备吧，包括脸书啊、手机啊、Line 啊这些管理方面，这个年轻人会比我们这些老头子啊要帮很大的忙，占很大的便宜。那第二个，像我们选举本来想法并不愿意把家人完全投入，让家里面的隐私通通曝光，本来一开始不是这样子，但是孩子大了，他当然有他的想法，也有他操心的地方，所以宝贝女儿就跳进来，那跳进来我们就变成父女啊并肩打这场选战的。哎，这样万一我落选了呢？你不要讨厌你爸爸。万一爸爸落选的话，落选我会养你。开玩笑。没有你。我爸爸他是一个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而且他会让你很有面子讲出来，如果这是我的主管，这是我的老板，这是我的主席，所以麻烦你们支持二号，谢谢。